大家好，这是我们昨天晚上露营的地方，看没有，白雪茫茫的，喜欢不？看没有，漂亮吧？山峰伫立。我是全国自驾游的拼多多版周润发啊，大家记住我这张脸庞，教你们怎么在五个半夜花两万块钱穷游全中国，看没有？睡觉睡在车里面，哎呦，今晚要睡在雪堆里面了，我的妈呀！睡觉睡在这里面，然后吃饭做饭也是自己做的啊，看没有？现在呢，这个路上还没有一辆车过去，但是我们没办法，等不了了。如果再等的话，路上结冰的话，我们更上不去。所以说，我们打算这里出发往阿里方向啊，东滇穿越219新藏线，兄弟们给我们点个关注。教你们怎么省钱攻略，自驾游全国，好吧，爱你们。